从一开始从只是一个骨架，到后来我们一根一根线往上布，一行一行代码往上写，可以说是我们赋予了这个机器人精神，我们让这个机器人真正的活了起来。那段时间我们发现所有的人都空前的团结，都在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，特别特别的想赢。